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拆蛋时间哦。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惊喜蛋里面都藏了什么好玩的吧。这是一个银色的惊喜蛋，里面藏了我们可爱的小乔治，乔治弟弟。他戴着黑色的小帽子，看上去非常的可爱呢。好啦，这是我们今天拆到的第一个小惊喜哦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惊喜蛋是深蓝色的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哦，是一只可爱的小兔子。它是米菲兔，看上去非常的可爱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绿色的惊喜蛋。这是星际宝贝史迪奇，史迪仔，看他在倒立呢，看上去很有趣哦。看他的样子多可爱。接着看下一个吧。接下来我们要拆这个绿色的惊喜蛋。哇哦，是 Hello Kitty 凯蒂猫，它穿着红色的衣服，头上还戴着红色的蝴蝶结呢。非常的可爱吧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惊喜蛋。我们来看这个深蓝色的，哦，是一只鲨鱼，看它的嘴巴还在动呢。很有趣吧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拆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银色的，里面是一个黄颜色的火车头，下面还有两个轮子哦。继续看下一个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哪一个惊喜蛋呢？那我们来拆左边的这个蓝色的，是我们的海绵宝宝，
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个，是黄颜色的。看看里面是谁呢？哦，是我们迪士尼的睡美人公主哦。她穿着粉红色的裙子，看上去特别漂亮。下一个深蓝色的，是我们爱探险的朵拉，她背着一个小书包，看上去特别的开心。好像在跳舞呢。好啦，我们接着看下一个深蓝色的。这是愤怒的小鸟，好啦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黄颜色的惊喜蛋。是一个粉红色的印章，是我们小兔瑞贝卡的印章哦。看上面有我们的小兔瑞贝卡，好啦，我们先把它盖起来，等一下再来玩一玩吧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蓝色的惊喜蛋咯，看看里面是谁呢？是一个机器人，是一个黄颜色的机器人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拆蛋视频就先到这儿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小朋友们，拜拜。